小朋友，我睇你骨骼精奇，跳科目三一定好叻。还有慢动作。当其时我哋咪去过东北嘅，去过沈阳嗰度食到佢哋当地嗰种东北菜，哇！嗰啲咁嘅松子鱼啊、锅包粥啊，嗰种嘅香味同埋嗰种脆口嘅感觉，我仲系记忆犹新嘅。依家真系想谂翻，想食翻下啦。咁所以啊，过到嚟呢一边有专人推荐我哋，话呢条街有啲东北菜。九几年的时候吃外地菜没有其他地方，就是这条街聚在一起，北方一条街。选了一间的是吃东北菜的，咁啊价格方面呢，我想应该没有东北咁平噶啦。三个人而已。哥大行不行？啊，可以啊，会不会妨碍你儿子学习？会。先帮我们宣传啊。啊，不是宣传，我们自己就吃东西而已。这三个必点的是吧？对，三个都是这样。哇，48块钱呢、啊！哇，好歹哦。对，一整条的。哎，刘肥肠。328。别老叫了，别老叫了，别老叫了。你们肯定在聊聊，我告诉你，就是。我们在这里吃了20天呢。比东北菜一般嗰啲口味会比较重。重啲嘅，但係佢呢個又唔算話特別重喎，係嘛？應該係嚟到佛山中和島啊。中和先算，即係都合適本地人。至中食酸甜嘅啦，嗱呢個係佢哋嘅鍋包肉，試下先。酸甜嘅比例咧，我都係 OK 嘅。台聞起身咧，佢唔攻鼻。整體的方向應該就是那隻味的了，我記憶當中那隻味，但是這個鍋包肉可能它的漿輕輕可能會厚一點點，但是有人喜歡厚一點薄一點，四分之一才是肉，四分之三都是漿，前後加上去，裡面的一塊肉呢其實就叫正常的比例，其實吃起來都好吃的，即我個人來說呢，我就不喜歡個漿那麼多的，我不知道你們這個都可以，不過我們有吃過更好吃的，跟著來試一下這個松子魚，呢個松子魚都係啊，佢同鍋包肉相比，佢嘅醬咧都係酸甜酸甜，但係酸嘅味道咧就會再突出出少少啦。有一個共同嘅點就係，我覺得輕輕爭緊啲係油啊，我覺得嘅油味夠咁持久嘅香，係點樣我唔知啊。究竟係因為新油先至係咁樣咧，其實都係開胃嘅。我覺得油爭緊啲啲咁多啫。試下呢嚿魚皮。魚皮好香脆，但始終都係嗰句，佢哋嘅油咧味係好持久性嘅香味。我唔知咁，我唔知我哋上次食嗰啲究竟係因為老油定嗰個點樣？呢個炸蘑菇咧，嗱佢即係要講啦，同嗰個圖片咧嗰啲顏色咧就有多少出入。呢一個係鹹香味十足少少嘅啊！佢嘅油份嘅嗰種香味咧，香口嘢嗰種感覺咧，佢會好突出啦。雖然佢顏色唔係咁靚，但係佢香脆，香脆香脆。撩肥腸。嗱，呢個就係真係好地道啦，即係感覺就係突然間嗰種記憶翻嚟，外壁係腍嘅，內壁咧係滑嘅，即係仲有啲少少膏喺裏邊嗰種嘅狀態。這個好入味，這個不錯，整體的體驗感覺，我覺得這個我會比較更加喜歡一點。哇，好熱啊！哇，好熱啊！這個好熱啊！你們沒吃過嗎？沒吃過嗎？你20年了都沒吃過，試一下，試一下。但是這個沒見過。試一下，試一下，試一下，沒所謂。你們這個叫什麼菜？我们这个雪豆沙嘛，就雪豆沙，试下啦，我冇所谓噶，来来来，不是不是，是面，嗱，你看，来，很软很糯，甜甜的那种感觉，是一个甜品哈。哦，就棉花糖，像棉花糖。呢个就，但系已经缩咗啦，即系佢缩咗入去啦，佢收缩翻啦。
係豆腐，可以魚腐啊、豆腐泡咁樣樣嘅。咁啊，裏邊有少少咁嘅豆沙啦。呢個廣東人真係一樣好中意。雪衣豆沙，雪衣豆沙很好吃啊。怎麼弄的？其實這個不怕透露吧？嗯。很也就是很那个什么的，就是鸡蛋清嘛，鸡蛋清完了又就给它打蛋液给它打起来。但是你那块那个豆沙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？豆沙先把豆沙搓成球以后，完了就拿筷子夹着，完了就在那里面。哦，就是一个一个来种，对，一个一个做，对，一个一个做，是啊，要不这个很麻烦。哇，嗯，但是那个吃这个，有的客人都等着急，等一两个小时忙的时候，就是忙的时候有很多人吃。我出边就系少少啲好细嘅啲油沙，然之后啲蛋清。蛋清系蛋白嘅咁样样嘅，炸完之后包住啲咁嘅红豆沙落去。中间软糯，好轻柔嘅软糯，到里边又系甜嘅。呢个好食，呢个。我也刷到过，但是你不认得我。啊，对，好伤心。今天认到过你了。好伤心。今天认到过你了。真的好伤心。没有关注是吧？没有关注。你们可以说是最早的那一批在佛山做外地菜的。那是必须的。真的是。但是你之前在哪里？有没有说是在哪里去做餐厅呢？以前我在广州，那十几岁完就出来嘛。哦。出来完了，来这里也是跟人家打工。哦。因为打工那时候没结婚。哦。很年轻的嘛，十九岁、20岁大小伙子。但是那很坦白哈，我们吃那些在东北那边吃的东北菜呢，他们那边会更甜、更酸、更浓。这边好像会轻轻的，就是会有点没那么。你说入乡随俗嘛，啊，那你要太那个重口味的话，那很多广东人可能接受不了。你看从小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，在这里上幼儿园上小学，什么饺子？大葱馅儿。大葱馅的，对，是自己包的吧？对呀，啊，哦，好香啊，老香了，我看到就尝一下。对呀，啊，这是放的酱油，一般的饺子是放醋的，他不吃醋。可以，皮碗，好滑。手工擀的嘛，肯定啊。呢个皮很滑。虽然咧，佢真系同东北当地咧嗰啲口感咧，相对嚟讲，可能因为改良啦，适应本地人嘅市场啦，所以有少少变化嘅。但系来来去去，佢哋同东北嗰边嗰啲热情，嗰啲人嘅热情咧，系 OK keep 住嘅。同埋咧，东北嘅餐咧，佢哋好多都系用手工打造嘅东西。呢样嘢都一样 keep 住嘅，我哋可以 feel 到嘅。好，呢度系品成记，唔同平台点咩关注呢一条叫做外地菜嘅一条街，1999年就有啦。你食过未先？有机会。我妈告诉我说，我幼儿园爬过窗户。你爬什么？爬窗户。爬窗户？那你忘记了，你不知道。逃吗？你往外逃啊！你要逃课啊？想逃逃不出去。可以吧？少吃一两个啊。好，可以。